挑战跟别的美女互发亲密照片，故意让女友看到。杨子也养你了。那你等一会儿啊，我今天要陪咱家那五老五回家，我找个理由就不去了。我就说我大姨有事儿。把自己打扮成木乃伊钻进箱子里，并用线控制家具来忽悠女友。啥东西呢？危险误差，那买啥呀？哎呀，哎，媳妇儿，我就想躲着玩会儿这福利游戏，行吗？